要是呢，作恶的时候啊，到不好的地方去啊，那就很恐怖了。勇哦，在学道的路上呢，持戒大胆的前进，勇往直前，一直到我们这一生啊，尽此身形受命，命中死而后已啊。锐有强的含义啊，这刀枪啊很锐利啊，很强啊，有强的含义。意志力强，每天都有向上奋发的朝气。轮到我们的执事啊，我们就好好做，也奋发向上。没有轮到执事啊，在我们在这个大殿客送啊，不用下大寮啊，我们就努力的客送，有奋发的朝气，有这个锐气，有力量，精进勇锐，就不会半路而退，继续的用功修行，有这个定力，不畏前进，不畏现前的境界，就没有格斗致死的过患，破灭众魔而得道果，破坏灭除五蕴魔、天魔、死魔、烦恼魔，而证得圣道的果位。这里姑且呢，指小圣出果到四果。我们的目标呢，是无大无上菩提。我们的目标呢，就是无上的佛果菩提。所以呢，还很遥远啊，要努力啊，我们要努力啊。还有成劫的大事啊，三大恶生奇劫的大事情啊，所以呢，古德啊劝我们啊，好念佛求生西方啊，听信阿弥陀佛，我们啊这个三大恶生奇劫啊，才能够很顺利啊，到那边啊，你有六神通啊，你能够所遇到十方清净。死亡世界啊，亲近诸佛，听经闻法，进步很快啊。要是留在娑婆世界，那就好像椅子上高山啊，蚂蚁在爬高山啊，要很慢啊，爬到什么时候啊？所以呢，信愿念佛求生西方，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呢。63页的倒数第四行，此第33章，欲明为道之人，须具戒定慧也。专精学道之心，譬如一人；无始虚妄诸惑习气，譬如万人；受持境界，譬如过海。唯坚持其心，则无怯弱之意，此戒力也。精进勇锐，则无半路之退，此定力也。不畏前进，则无格斗致死，此慧力也。合此三力，破灭无始众魔而证道果，是为得胜而还矣。佛语大师解释得很好。此第33章，欲明为道之人，用比喻来说明为道修学圣道的人，须具戒定慧也，必须要具足戒定慧三无漏学，一定要的啦，没有这个特别说不需要的，没有，一定必须具足戒定慧三无漏学。专精学道之心，譬如一人专一精勤的修学圣道，这样的心譬喻如同一个人很孤单啊，很孤单，谁要跟你作伴呢？我们都希望呢，佛陀常常要陪伴着我，佛陀如果在我们身边多好呢，我们意念到戒法，佛陀就在你的身边了，没有离开我们啊，
没有离开我们。扫地的时候要注意啊，地上有蚂蚁啊，不要杀生啊，不要故意杀生啊。这佛陀就在你的身边啊，没有离开我们啊。他教我们啊，你要注意啊，地上有蚂蚁啊，不要杀生啊，扫地要小心啊。我们这个心呢、啊，就是亲近佛陀。无始虚妄诸惑习气，譬如万人。从无始劫以来累积的虚妄诸烦恼习气，我们累积很多了，习惯性就这么样了，习惯性累积很多不好的烦恼习气，怎么改呢？还是要亲近佛陀，意念佛陀的法身，戒法身、定法身、慧法身、解脱法身、解脱自见法身，意念到佛陀的法身，佛陀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就亲近佛陀，对治这些虚妄的习气啊。那对治它怎么改啊？持戒来改。从无始劫以来累积的虚妄诸烦恼习气，譬如万人，他的势力强大，势力强大，受持境界，譬如挂开，受持清净的戒恨，我们知道的戒法，努力去行持，我们知道多少呢？做多少。好好的做，好像扫地一样啊，我们将我们这个地方前面的地方地扫干净了，旁边的人慢慢的在前进。那没有学到的呢，听到之后我们再改过来，有犯的就忏悔改过，将我们的势力范围扩大，将我们地上干净的范围扩大，我们的持戒呢，清净的心呢，把它扩大一点，慢慢扩大。受持清净戒，身口意没有过失，不犯威仪，譬如挂铠，譬如如同我们身上呢披挂着铠甲，保护自己啊。持戒保护自身，不受伤害。我们的法身慧命不受伤害，所以我们唯独啊修功德没有过失。那有过失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要这个如法的忏悔灭除，就清净了。唯坚持其心，则无怯懦之意。唯素心旁就思维了，如理的思维，唯独是坚持向道的心。我们呢，修学圣道的心要很坚固啊，坚持向道的心，则无怯弱之意。我面对无始以来势力强大的烦恼习气，跟自己的烦恼习性作战，就没有怯弱的心意啊。我一定要胜过他，此戒力也，这是持戒的力量所产生的。持戒呢，能够捉住烦恼习气，使令他不动。精进勇锐，精进勇猛，锐不可当，则无半路之退，就不会呢道业未成就半路退转了，退失道心了。此定力也，这是由于持戒内心安定的力量。因戒生定嘛，我们持戒内心就很安定啊，很安稳啊，能够绑住烦恼习气，不畏前进。面对现前的境界，内心没有怖畏，则无格斗自食。
就不会呢被烦恼习气打败，导致死亡。此慧力也，这是因为内心安定，发起智慧般若的力量，能杀害烦恼习气，所以不会格斗而死。我们决定能够战胜烦恼魔啊！合此三力，联合戒定慧这三种力量，前面呢、啊，但是不修持戒啊，就少一种力量了、啊。怎么联合呢？我们从持戒开始修学，然后呢，产生定力，发起智慧，联合戒定慧这三种力量，破灭无始众魔而证道果，就能破坏灭除无始劫以来的众魔、烦恼魔、五蕴魔、死魔、天魔，而证得圣道之果，战胜众魔，是为得胜而还疑。这就是挂铠出门，战胜回来的，得胜回来的。三门学道，用功修行，真是如同一人与万人战啊！这种情况啊，我们要很坚强啊，好的持戒啊，深信佛陀没有灭度啊，佛陀法身常住在世间啊，好持戒啊，就是亲近佛陀，想要战胜而还呢、啊，必须要具足戒定慧三无漏学。所以我们学戒是很正确的啊，我们走的路很正确，基本的哦，戒恨啊，我们呢、啊、要在这个地方啊打好基础。你基础好了、啊，不怕这个台风啊，不怕龙卷风啊，不怕这个烦恼众魔啊。64页，沙门夜诵迦摄佛遗教经，其声悲紧，失悔欲退。佛问之曰：如昔在家，成为何业？对曰：爱弹琴。佛言：旋缓如何？对曰：不明矣。旋即如何？对曰：生觉矣。即缓得中如何？对曰：诸因普矣。佛言：沙门学道亦然，心若调适，道可得矣。余道若暴，暴即生疲，其身若疲，亦即生恼，亦若生恼，行即退矣。其行即退，罪必加矣。但清净安乐，道不失矣。这一段呢、啊、非常好，告诉我们要调心呐、啊，要调理我们的心呐、啊，调整我们用功办道的心，不可以太紧呐、啊，也不可以太松，适当的调适，我们就是在圣道中前进呢、啊。沙门。夜诵迦摄佛遗教经，沙门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的人。夜诵，晚上在诵经啊，夜诵。前面的佛遗教经说呢，比丘昼则勤心修习善法，中夜诵经以致消息。这是夜间诵经了，比丘啊，昼白天，昼则勤心修习善法，白天的时候则是勤劳努力专心的修习善法。这善法包含很多啦，只是人啊，他白天有工作啊，他要下这个大寮啊，去督导啊，为大众生准备饮食啊，这个水电坏了啊，我们的这个执事人要去修理处理啊，还有种种执事啊，白天事情很多啊，为了三宝，
修习善法，包括呢我们办理常住事务、修习服务业的人，白天呢为着常住在忙啊，中夜诵经以致消息，在中夜的时候他诵经，夜晚的时候呢背诵经典，没有少少的懈怠啊，佛陀一教啊，乃是这个迦摄佛一教经，这个佛陀一教乃是贤劫第三尊佛在人寿20000岁的时候出现世间的迦摄佛遗留的经教，沙门在夜间诵习迦摄佛遗留的经教，其声悲紧，其声悲紧，他的声音呢、啊，悲痛紧切啊，不是柔和平顺啊，显示呢根性不利，经教不熟，显示不是上根利器的哦，也不对经教也不是很熟悉，所以呢很悲伤很紧切啊，失悔欲退，失悔哦，思量追悔，欲退想念到圣道难以成就啊，欲退到还俗啊。我们看这个律藏里面啊，小圣的律藏里面啊就有很多，有看律的人就知道啊，这个律藏就有了失悔欲退，就是二十亿比丘啦，亿而比丘，一方面诵经呢，一方面又在思量感叹沙门难为啊，沙门不容易啊，沙门难为，后悔欲退，想要退到还俗。释婚律卷38，首容那比丘在静处思维啊，我今勤行精进，如佛弟子中无有胜过我者。他这么想啊，我这么用功啊，晚上不睡觉的啊，他这个脚啊都流血了、啊、地上经行的地方都是血啊，好像屠宰的地方啊，这么用功啊不休息啊，他就这么思维啊，我现在呢勤行精进啊，如同在佛弟子当中啊没有胜过我的啊，哪一个人精进胜过我呢？没有啊，我现在什么缘故呢不能证得无漏解脱，我家中啊大有财宝，那家里面很富有啊、哦、大有财宝啊，可以自己娱乐啊，来行施作福啊，供养佛啊，供养比丘僧啊，我现在呢宁可舍戒还家，不护为道，不再修道了、啊、他就这么想了，我思悔欲退。这时候呢我就知道了，我就知道了，就是告诉比丘啊，去叫他过来，佛陀就叫他过来，问之曰，我现在呢问你啊，你随意来打我，如昔在家曾为何业，你过去在家中啊曾经做过什么事业啊，你会什么记忆啊。对曰，爱弹琴。他对答说呢，我呢在家的时候呢喜爱弹琴啊。佛言弦缓如何，这个弦这个弦乐器的弦啊，这个弦乐器的弦呢、啊、缓就是宽松啊，宽松很松啊。琴上的弦线若是太松了啊，弹琴的时候会如何呢？哦，弦线松缓，比喻我们学道的心啊，懒惰懈怠，很松啊，很缓慢啊，太放松了啊，太缓慢了。学道的心呢，比喻学道的心懈怠懒惰。对曰不明矣。对答说呢，
弹不出声音来了。琴弦太缓太松则无声，弹没有声音。弦急如何？琴上的弦线太急，转得太紧了吧，弹的时候如何呢？比喻呢，学到太急了啊，太心急了啊，急着想要成就啊。对曰，声绝矣。对答说呢，这个声啊，这个弦啊，弦会断绝啊，太紧了会断掉啊。琴弦调得太紧，和雅悦耳的声音啊，也就断绝了，不好听啊。急缓则中如何？琴弦调得不急不缓，不太松啊，也不太紧啊，很适中。声音如何呢？对曰：诸音普一，他的声音就很好听啊，普遍啊，你要弹什么声都很好听啊。这个就是我们调我们的心啊，心调得好的时候，我们修什么都很好，修福修慧都很适当。都心都心情都很好啊，很愉快啊。今天呢，我们就说到这里。这一段呢，我们下一回再说。回向。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哇哦，狗狗好可爱哦，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忠心，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需要您的帮助。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救护、养护流浪狗。划拨账号5001-6766，5001-6766，户名台湾救狗协会。克毒孔雀除诸难，平息灾祸得安稳。诸病消除离横死，日夜吉祥增福寿。佛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特举办恭送孔雀明王经法会，恭请广护法师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日期6月20日星期二，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联络电话03989-9319，03989-9319。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端午佳节亲子活动，大手拉小手，香包手作客，羊毛毡香包，材料使用费100元，工具老师提供，招生对象与人数10人满班，7岁以上大朋友小朋友，一个小朋友可由一位家长陪同。日期6月22日星期四下午2点开始，地点东山吉祥书坊，宜兰县东山乡东山路2段478号，03958-0286，03958-0286，03954-0455，03954-0455。报名方式采线上填写表单或是电话洽询，联络电话03958-0286，03958-0286，03954-0455，03954-0455。加得加得。哈拉加德，哈拉索加德，波吉苏阿卡。
仏説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経堪自在菩薩行進般若波羅蜜多智諸賢果開苦多一切苦厄捨離し四季不異苦苦不異四季四季即是苦苦即是四季諸所行四季薬無如是舍利子，皆修何苦僧？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垢不净，皆空苦住。無識無住，所有識。無限界乃是無意識界無無明薬無無明智乃是無漏識薬無漏識智苦汁滅多無知薬無徳義無所徳菩提薩達惡般若波羅蜜多苦心無計計無計計苦無苦不安離一切天道無所苦叫涅槃三世諸佛子惡般若波羅蜜多苦徳苦阿耨羅三藐三菩提惡苦智般若波羅蜜多絶大人修絶大妙修絶無上修絶無頭脳修我就一切苦心地不可仮説般若苦涩修，我自。
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各位大德，从法句经故事里面，因为有佛陀开示的法语，还有佛陀当时弟子们学佛、修行、证悟，在他们的事迹里面，很多的生活状况，让我们更亲切的可以知道学佛从一般的凡夫到能够证果的圣境这样子的过程里面呢、实际上都是很真实的。所以我们从法句开示里面跟故事的对照，我们都会觉得更加的亲切。所以我们从法句经故事集里面，就是从法语还有故事双方面都可以让我们来思维来学习。这个单元我们进入法句经故事集里面第六的智者品，法句是第八十句，故事呢是第六品的第五个。法句里面提到的是灌溉者饮水健将浇植弓箭木匠整理木材，而智者调育自己。在这个里面呢，就有提到四种的修行啊，那前面三种是我们在世间里面我们称作气世界，也就是气物的，或者是称作无情世界。第一个是讲到的是水，第二个讲到的是弓箭，第三个讲到的是木材，这些都是我们世间我们认为是好像不像我们人啊动物啊这一些是有情的世界。那水啊、弓箭木材啊，这些呢气是无情的世界，因为他们不像人啊动物啊这一些有情感的表现啊，当然他们也是有维系的这一些的生命啊，不过我们把它称作无情呢，是主要是以能够直接啊，让我们可以知道它的这个反应的。那第四个呢，就是指我们的人的部分啊，而且是指的是有智慧的人。那有智慧的人呢，他也可以调育自己。所以这四项里面有三项是无情的气世间的，那也都可以调整。所以第一个提到说灌溉者可以饮水，也就是说我们要灌溉要种的这一些植物啊，我们的这些田啊水果啊这一些我们人要吃的，那要有水来灌溉啊。那这样的时候呢，
这个水呢，也可以让人家引导，不然的话呢，水就好像是河流啊、溪水啊、大海啊，哦，它是有它的性的啊。像我们常常会有水灾呀，哦，那它就会泛滥啊，就会把这个人所种的这一些秧苗呢，就把它淹没了。那这边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啊，无情的这样的水呢，只要我们刻意的，啊，很好的方法来引导它呢，那它也会随着我们的这个水道啊，啊，它也可以转它的方向来，啊，就是受我们的引导。那第二个的健将，就是能够制作弓箭的这样的这个弓将啊。它也可以交织弓箭，啊，那弓箭本来是削好的这样的木条啊，那它可以把它啊，就是调到这样子弯曲，因为我们知道射的箭呐，啊，跟弓啊，啊，一个是直的，一个是弯的，那也都是经过这个工匠呢，他们很善巧的来调整啊，所以说角直。啊，它角是可以把它弯曲成弓啊，那直呢就是这个箭呢，它把它可以修整到很直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还有射箭呢，它才会不会弯曲啊，啊，就是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啊，它就会让要射的人他能够啊直中他的目标啊。所以这个也是把木头可以把它调整到我们。啊，就是要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器具。那第三个就是木匠处理木材，那这个也更是把无情的啊，这个树木啊，啊，它可以做成我们人使用的各种的啊这一些的家具啊，啊，有的是桌子，有的是椅子，有的是柜子，啊，各种的这一些人要使用的。这一些的器具啊，所以呢，这样子呢，都是在表达说，啊，无情的这一些的器物呢，它可以随人的啊的一种使用而被加以调整啊。那这边呢，当然也是有一个，就是说做动作的人，做动作的人，他也要有一个啊很好的想法。所以他才会把这一些的器具加以啊善用。所以一方面是器物可以被雕塑啊，被引导，然后呢，这个引导的人啊，他也要有好的想法，所以他才能够做好的这一些的啊这个矫正。那下面。提到的智者调育自己啊，那就反映到我们人身上，也就是说，连无情的啊这些器具都可以被加以啊这样子的善用，那智者呢，他可以调育自己，也就表示说，我们是可以修行的，我们是可以改善我们自己的，所以从这里面，智者就是表示。是能够调伏的一种我们善念，然后被调伏的自己呢，也是我们自己的心性啊，啊，所以这个法语里面呢，主要要让我们知道的，也就是说啊，我们人是应该学习做智者，有智慧的，我们知道怎么样调伏自己，然后我们的心性也是。可以被调伏的，好，那这样子的一个法语呢，来对照的故事啊，它的题目是年轻沙弥的修行成就，所以一个主角呢是一位年轻人，啊，那他就出家，嗯，当沙弥的时候呢，他就能够修学佛法，能够证道。啊，圣果啊，那这个年轻人呢，他的
名字叫做盘提达，啊，盘提达。那这个盘提达呢，他是住在社会城啊，那社会城里面呢，有一个著名的啊，也是有名望的人，他的儿子啊，所以这个盘提达呢，他应该从小啊，家里的环境算是非常的好啊。那这里谈到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就出家为沙弥啊，那出家以后啊，就是在第八天啊，所以我们读这个《法句经》的故事，我们会觉得啊非常的亲切，而且呢，有的内容啊还非常的详细啊，就连盘提达他出家为沙弥啊的学习的状况，是在他出家后的第八天啊，都有把它列出来。所以这个也表示这些故事它被一直流传是有它的意义的，而且呢当时的人一定是非常的重视这一些故事啊，因为借着故事的流传呢，让人家一听就受到感动啊。哦，原来一个年轻人一出家，他第八天，哎，他就有这样的成果啊。所以标明这样的时间呢，也有他的一个教育的作用啊，让我们知道说啊，有的人真的是叫做立根呐、那不一定说出家了以后要学习很久啊，一出家他就马上可以啊，很有体会的啊。那这个班提达呢，他呢跟着啊这个舍利弗，他是佛陀的十大弟子里面啊，就是智慧第一的啦啊，所以班提达呢，他跟着舍利弗一起出去化缘啊，因为他是托钵啊乞食嘛，所以他在半路上的时候呢，就看到有农夫啊，那这些农夫呢，就是种田的啊，那他们在啊饮水，在灌溉这个农田呐 那这个班提达呢，他就问舍利弗啊，说尊者啊，没有心事的水啊，能够随人意的被导引到任何地方吗？那舍利弗呢就回答说，是啊，水可以被导引到任何地方啊。那这舍利弗这样回答。那这个班提达呢，他的问题呢，他会问到说，哎，这个水可以被人家引导这样子到任何地方吗？这个他是用一个很真诚跟很直的这样子的一个一种观察来发问啊，因为他看到这个水可以这样子，好，应该是这个农夫要灌溉农田嘛，所以这个水应该是好像被引导有弯弯曲曲啊，那从河流的地方啊流到这个农田啊，那么他会想到说这个水是没有心事的啊，也就是说水本身是没有像我们人一样有念头的啊，它叫做无情，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水本身没有意志力的啊，因为它就是很多的水分子然后连接起来，它变成一条河流啊，是这样啊，不像我们的人是我们有心念啊，我们可以有念头要去想要去做什么行动。所以呢这位盘提达呢，他的心思很细腻所以他会想到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那舍利弗就回答说，水是可以被引导到任何地方的啊。那这样子的一个问答啊，就让这个盘提达呢，他心里呢，他就起了很多的
思考啊。所以我们说学佛要闻、思、修啊，这个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得到啊，就是这个班迪达啊，他有触发了他的这样子的一种疑问，然后舍利弗回答了，然后他还是在继续思考啊。所以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思维也可以叫做参究啊？因为他就这个问题呢，他是很直心的非常深入的一直在想啊。那他这个想的不是我们的知觉，而是它会触发到我们的心性的根本的问题了。所以呢，当盘毗达跟舍利弗他们继续要去托钵的这个路上的时候呢，他又在路上又看到就有一个在制作弓箭的人啊。那这个弓箭他在削木头，然后这个木头呢在用火就是烧一烧，要把锻炼成弓箭呐，也就是他要把它弯曲所以烧热了以后要把它折成这样弓箭这样那有的是要让这个箭更能够非常的笔直啊，所以呢，他也看到这个路上又有木匠那他要做这个车轮呐。所以就把这个树木切割，然后呢，刨平这个树木啊，然后做成这个器具的这个车轮是圆的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心里就在思维啊，他说，如果没有心识的水可以任人引导到任何的地方去，那还有呢？没有心事的这个木头、竹子啊，它也可以任人把它就是弯曲把它削平把它制作成这个木匠他要用的这些所有的器具那么这一些是无情的。都可以受人这样调教啊，那么拥有心事的我啊，就是我们是有心事的啊，那为什么无法控制我的内心修行清净之观呢？所以他就想到说，连无情的他本来没有意识啊，那他可以被就是能够被。引导，或者是被就是弯曲，或是抚平。那我们有心事的，应该是更能够被调愈啊。所以他就用这样子的这种观察思维就能够反观到自己呀。所以呢，他就经过这样的思考以后呢。他当下就要求舍利弗让他回到精舍里面去他回到自己的房间他就静坐下来，然后呢，很深刻的来观察他自己的身体。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就是班迪达呢，这位年轻人呢，他因为看到。这些世间的无情的这些器物都能够被调制药啊，所以他就体会到说，那我们有心事的，只要我们有意志力，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要调伏自己，那这个心事更是能够被调愈的啊，所以他就这样子一直观察静坐那。随着这样的思维在深入哇，他这样子的思维静坐的时候呢，连这个天神也让整个这个
本地大家静坐的这个精舍呢，就安静下来啊，因为天神呢就要来维护它，所以我们说诸天护法啊，都是很喜欢人修行的，他们都是善神呐、啊，所以一看到这个班提达呢，他这么用功，这么专心一意的在思维，啊，这样人的心事是应该被调伏的，所以这个时候呢，班提达呢，他就进入了深的禅定里面了、啊，而且呢，他就证到三果了，所以这里就是从安定里面。又能够起思维，说我们的心事，它的本质是可以调伏的。所以，我们平常我们生气、我们快乐、我们种种的这些的念头啊，实际上是可以调伏的，只是我们没有听闻有佛法这样子的一种方法啊，我们就不知道说哦，我们可以这样子去修。那班提达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悟性的人，所以他在僧团里面也有听闻佛法，然后在这个时间点上面呢，他是自己啊去触道而启发了他的悟性的，所以有的他会看到哇，这个树木啊枯了，从树上。就掉落到地上，有的人看到花谢了，啊，花开也有花谢，他就悟到世间的生灭法，他就是看到这个现象，他不是只有高兴啊，或是悲伤啊，而会在深入去思维生命的根本的问题啊，哇，这样就进入了我们生命的一个本体呀，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呢，就是佛开悟的基础啊。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心事啊，我们可以去体会，也可以去深入去探究。所以班提达呢，他也是这样子个过程啊，啊，就证到三果了，因为他也可以看得到说，那这样的话。贪啊，嗔啊，啊，这些都是我们心里的心念呐、啊。我要怎么样子去看待它？啊，是可以调御它的，所以它就正果了，就表示它可以真正调御成功了啊。那在这个故事呢，是以班提达这样子的一个思维证悟的过程，让我们学习呀、啊。那后面呢，也还提到。就是有一个序曲啊，也就是说，当班提达在静坐的时候呢，那本来舍利弗呢要进去他的房间呢、啊，那当时佛陀也在那里啊。那佛陀呢，他因为有证悟的神通啊，所以他知道班提达已经快要证果了，所以呢，他呢就亲自呢站在班提达的这个啊他的房间门口啊。就阻止舍利弗进去打扰啊，班提达，让他能够真正的进入他的啊深入的这种思维正果的这种过程啊，就是要保护他不要受这样子的啊这种干扰啊，所以呢，佛陀亲自呢就站在门口保护他这样子啊，那这个呢就是。在佛陀的教导之下，特别的啊，就是有这样子的一种关照啊，因为佛陀可以知道啊，那也因为佛陀这样的维护呢，那么班提达呢，他又从三果呢，又证到阿罗汉果，就是断除了贪嗔痴，就是他能够真正了悟了我们的生命的这样的真实的内容啊。那这个时候就是他出家。啊，成为沙弥第八天呢，啊，所以我们刚刚说哦，有这样的详细的记载啊，啊，就是能够让我们
也能够知道说，每一个人只要他真正进入的正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的时候呢，那他要证悟证果都不是用一定要多少时间来计量的啦，那这个是让我们非常的就是欢喜也能够产生很大的具足的信心的一个故事让我们来深深的体会学习，那也让我们学习的功德呢来做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划拨账号50323858，50323858，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2-608，012-001-202-608。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供斋、点灯、慈悲施食、药供烟供，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6月24日上午8点半礼拜药师宝忏，恭请湛山法师领众；下午2点白财神法会，恭请慈仁格西主法。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07-282-0278，07-282-0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八关斋戒暨蒙山施食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法务指导僧众领众。日期7月1日上午9点开始，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82-0278。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下单，从朝一旦直至暮，一切众生自回护。若于足下丧其行，愿汝及时生净土。嗡一地女尼，梭哈。嗡一地女尼，梭哈。嗡一地女尼，梭哈。